欢迎收看娱乐世界。今天晚上中韩大战，国足在自己的主场战胜了连日本来中国各种不对盆的韩国队，可以说是这次七年来国足首次战胜韩国，全国的观众瞬间沸腾起来，连明星们也都相继发微博表示祝贺。而除了他们，还有一个人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一人挺身庆贺，虽然只有两个字，却态度明确，大写的爱国。他就是长沙小骄傲张艺兴。今天国足战胜韩国队后，张艺兴抑制不住激动了，直接打了两个字：牛逼。乐于围观张艺兴信息的海外妹子在看到这两个字也懵逼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啥英文原完全翻译不出来？于是跟其相关的推特就变成了这样，甚至还有粉丝理解为牛很厉害的意思。这脑洞也是可以，心疼张艺兴的海外迷妹们，偶像好不容易跟播了，却完全不知道他在说讲什么。不过呢，通过张艺兴的微博，海外粉丝成功学会了一个新词，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。
just the other night.